是希望把秋的层面用得更宽广更丰富，而不是传统的文人画里面秋只是作为一个点景，作为一个诗词歌赋里面的一个变化。在传统的留白里面是文人画里面的一个转折，但是我觉得我现在要画的白是一个有生命有动感的白，所以我一直从世纪风华开始，就是说我固定一个题材，但是内容的深度我可以用泼彩泼墨线条用西方的层次，用日本的这个和风的绘画风格把它融合在一起。那么到这次秋之华的目的，就是我要把初秋、中秋、深秋这三个层次把它表达出来。那不同时期的秋有不同时期的心境，不同的心境有不同的层次的一种表达。所以那三张布你仔细分，也是初秋、中秋跟深秋，也是不同的时分。那那种氛围、那种感动是先让我产生出一个很重要的感觉，就是感动，对一个物象的感动，对一个风景的感动。那这是由情感上面散发出来的，所以这风景跟心灵的一个 touch 到之后，它的层次就是每一个逗点都有一个美感，每一个句点也都是有一个美感。另外那三幅呢，很明确的表现出来，那是一种理则性的东西。我确定要初秋、中秋、深秋，在颜色上我就特别特别的去选择。换句话说，一个是从诗词歌赋里面去散发出来的一种感觉，另外一个呢，是你设定的一个题材，用理性的角度去把它表现出来。那对于画家来讲，我现在所创作的想法是，我不是要表达一个景，换句话说，我并不是要表达一个风景的景，也不是表达中国的一个意象，我是希望把西方的风景跟中国的山水融合成一个当代的一个面貌，当代我个人的艺术的一个面貌。所以呢，我在西方的八年，法国八年，那这个游历了欧洲的美术馆之外，我觉得最大的感受就是东方文化跟西方文化它的主体性仍然存在，但是某些客观性是可以相互运用的。比如说我随便举个例子，中国的茶道西方的下午茶都是茶，但是问题东方的韵味是讲究回甘喉韵茶香甚至在泡茶过程中有那种东方的音乐性出来，西方就不一样，它是讲究一种礼仪优雅。所以我自幼有中国美学生活的诗词歌赋的基础，但是呢到了西方我又能够去接受西方的比如说他们的生活美感，那这样子来讲的话，我觉得对我的创作就应该是比较早走向国际性的东西而不是一个地域性的一个地方性的或者一个区域性的一种绘画的方式。